哎，那现在落单的人是谁？子鸟啊，真的是好惨。有一种不被选择的失落，这辈子没有受到过的拒绝都在这个节目里面拒绝完了的。啊，一个人的生活真的很无聊。啊，没关系，我跟你说，人生就是这个样子的，有什么关系呢？又怎么样？保持微笑。爱微笑的女生运气都不会太差啊！可是我为什么运气那么差？我要回家！做人嘛，哪有不疯的呀？